不知道你这个瞎子有没有听新闻的习惯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出事了。出事了？妈出什么事了？啊？昊天跟友善生孩子的事情被记者知道了，现在我们家门口堵满了记者，昊天公司的那些股东也不断地打电话来询问，甚至于听说丑闻传出去，那些下了订单的客户都闹着要退订单，昊天的公司就因为这件事情变得岌岌可危。那昊天现在怎么样了？你先别管他怎么样，如果你还念在你们夫妻一场，念在昊天为了你这个老婆跟我这个老妈顶撞，真真，我就求求你，你就放了昊天，你就饶了他吧。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咱们也别拐弯抹角了，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坏心眼的，我就是天生有话直说的个性。来，你坐下，这个东西你就看着办吧。如果你还为昊天多想那么一点，我就求求你，你放了昊天，放了我们钟家，你就在上面签个字儿啊，在这儿你就签这儿就行了。签什么字？签什么字啊？还能签什么呀？当然是离婚协议书了。真真，也不是我这个做婆婆的无情，我也曾经试着让你保护住这个婚姻，但是你自己没有这个度量，是你容不下安安啊。妈，我怎么容不下安安啊？我没有欺负过他，我没有啊。妈，好，够了，事情既然已经穿了，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昊天他的事业就这么垮下去吗？儿子没了，你要看着我死吗？真真，就算我老太婆求你，你就放过昊天，放过我们钟家吧。我给你跪下了，行吗？妈，你别这样，妈，我受不起了。真真，你就跟昊天离了吧，你一个人委屈一点，昊天他们家就团圆了。你大人大量，多为昊天想一想，你就在上面签个字吧。真真，我求求你，就在上面签吧。签个字有这么难吗？我想离开他，我求你不要逼我好不好？我不想离开。啊，这个事情又不是吃罚酒，你以为你现在这种状况还能进得了我们钟家吗？昊天的公司现在就面临着生死存亡，他的那些股东都在找他麻烦，嚷着要撤资，这些你都知道吗？难道你真的要逼死他才甘愿吗？妈，妈，我不是不管昊天的死活，只要可以做的，只要我可以帮上忙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妈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好，我什么都不要你做，我只要你跟他离婚。怎么，你不肯？不肯，你说那些好听的干什么？你这是存心要跟我作对是不是？那咱们就走着瞧，看昊天最后是要我这个妈，还是要这个瞎子。气死我了。怎么办？难道真的要离婚才能帮得了昊天吗？我该怎么做？是跟昊天协议离婚，我
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昊天想成一个负心汉，他没有对不起我，没有辜负，没有外遇，更没有对不起任何人。友善跟昊天在我跟昊天结婚以前就已经在一起了，而且在结婚前友善已经发现自己怀有身孕，但是之所以不能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原因是因为我车祸失明，昊天不得不留下来照顾，所以才跟我结婚的。但是我从来都不后悔嫁给昊天，因为他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，我也不会恨他，因为他曾经为了我们的未来认真努力过。我跟昊天协议离婚是很早以前就已经决定的，因为昊天需要对他的孩子负责，对孩子的妈妈负责。昊天他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。那你呢？你以后怎么办啊？就是有什么打算？就是打算要怎么办？昊天虽然对我有情有义，但是我不可以那么自私，因为昊天为我做的已经远远超过他应该为我做的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那你还爱他吗？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呀？他同意离婚吗？他现在知道了吗？对啊，说两句啊。是啊，钟太太，他知道你要跟他离婚了。我当然已经不爱他了，我们两个早就没有感情了。其实一直都是我在利用昊天的责任心拖累他，在利用他的同情心拖累他，但是我发现其实这样做我是很自私很不对的，于是我想开了，我决定成全他跟友善，因为他才是最相爱的人。骗人的，这是骗人的。真正为了挽救我的事业和名声，居然做到这种地步，我在干什么？我在干什么？那现在要怎么办呀？接下来干什么？就是啊，有什么打算呀？谈一下吧，谈一下。说两句好吗？好了好了，我现在要进屋去跟昊天处理一下离婚的事情。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守在门口好吗？谢谢各位帮忙。这里没有什么所谓的私生子，没有第三者狐狸精，更没有负心汉，有的只是两个为了照顾我牺牲自己幸福的人。哎，钟太太，钟太太，说两句吧，说两句好吗？就这样吧。钟太太，哎呦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在这堵一天了，你们不累吗？赶紧散了散了吧，赶紧走吧走吧走吧。这这这，你怎么回家了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跟着了。好了好了，就不用换鞋了，快进去坐吧。来，坐沙发上。慢点。来，坐下。我给你倒杯水去啊。不用了吗？跟那帮记者周旋，真是怪累人的。来，喝点水。哎，真真啊，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，你真的愿意跟昊天离婚？哎呦，哎呦，真真呐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你这么做，你这个行为。真的是活菩萨的行为啊！你不但救了昊天，救了安，也救了我呀！我们钟家真的会感激你一辈子的，真真。妈，是我一直都对不起你，是我不甘，一开始就坚持嫁到钟家来。妈，如果我不嫁进来，就没有这些事情了。对不起。我不应该去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。哎呀，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呀？
既然今天都来了，那你是不是顺便把这个名字给签了吧？啊，来，就签在这儿。来，过来。哎，就签在这儿。你把名字签好了，别的你别管了，别的我自己会处理的。来，签吧。来来，签这儿。就三个字，很快的。来，你是我命中的缘。杨真真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真真啊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但是你要想帮助昊天，你就要咬牙帮到底呀，要不然你看看现在，又是客户退订单，又是股东撤资的，你要他怎么办呀？如果你们离了婚，他就能跟夏友善在一起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幸福地产随便拿出一块地来去融资，都能帮昊天解决好大的资金缺口，你懂吗？所以真真的，我求求你，帮帮他，帮帮他好吗？啊！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好啊！你要不要让我打个电话，帮你叫辆出租车，送你回去啊？啊？不用了，谢谢妈，我自己可以走，我自己可以走，我自己可以走。知道其实你有说不出的酸楚，你真的不在乎？难道你真的不在乎？我愿意抱着你，不让你哭。爱你的旅途有千辛万苦，我绝对不认输。真真啊，那你自己可要小心啊。